努尔哈赤的一生是传奇的，他统一女真各部，建立后金世亲王朝的奠基者。同样的，他一生有许多的女人，但他最爱的却是他从未得到的叶赫马拉。布喜亚马拉记载中又称他为东哥。东哥与乌拉布贝勒布詹泰定亲，乌拉布在与努尔哈赤的战争中失败，东哥的父亲也在战役中牺牲。叶赫不为求和，提出将东哥嫁于努尔哈赤为妻。努尔哈赤大喜，不但退兵，还向上天滴血誓盟，可见努尔哈赤对东哥的重视程度。不料东哥誓死不从，他发誓绝不嫁给自己的杀父仇人，并说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于谁为妻。可见东哥是个有个性的女子，在当时那男尊女卑的时代，有多少女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，这可能更吸引了努尔哈赤。当东哥嫁于东蒙古喀尔喀布贝勒时，努尔哈赤曾想要出兵攻打叶赫夺回东哥，但因为叶赫有明朝的庇护，使得放弃。但在东哥死后一年，他就灭了叶赫部和东蒙古部。我们猜不出里面有多少因为东哥的因素，但努尔哈赤喜欢东哥，这不可置疑。努尔哈赤对叶赫部与他联姻的女子十分喜爱与呵护。孟古哲哲在14岁嫁给了努尔哈赤，生下皇太极，可以说他幸福过，他享受了荣华富贵、至高无上的尊重。可他一生也没有等到属于自己的爱情，他在努尔哈赤的心里就是东哥的影子，一生爱而不得吧。